恭喜元哥拿到驾照了。是啊，听说考得挺顺利是吧？是挺顺利啊。你一直在跟我讲，就是说你考的每一次都是一次过什么的。真的吗？真的呀。因为我印象中考驾照应该是挺难的一个事儿。我觉得还行吧。没走后门吧？没有。明星没有特权吗？没有，没有。教练认识你吗？教练不，教练认识我。对啊。但都现在都是机考，都是激光，你怎么走后门啊？我不是什么人。你现在自己开过来的吗？真行。就考了驾照以后就放那儿放好多年。女生一般都这样啊。男生不用把车门关上，你要把窗户打开，得感受那个雾雾雾的是吧？感受那个引擎的声音。没出去玩，然后呢，甚至后来破灭了。怎么回事？反正哪儿也去不了。就因为太忙了吗？不是太忙，就是确实是哪儿也去不了。我开车，我不能上高速，然后我没法买机票，没法买高铁票，然后就哪儿也去不了。太酷了吧！火车。高铁，酷，和谐号，从上海方向开来的。你知道我从小没有。打开腾讯新闻 APP， 添加眼界夜卡，更多精彩内容、独家花絮，等你来看。